然后右线向右过这个五柱圈上的一颗在。现在左右线在这两颗柱子上，往下右线向右过一颗。右线过一颗之后呢，右线加上一颗红，一颗色。打扣。嗯。嗯，这里先不加这颗红色的了，还退一下啊，这里。右线向右过一颗，右线加上一颗色珠，过这两颗回原位，回到原位这里就好了啊，这个鼻子尖就加好了。然后下一步，左线向左过一颗，左线过这边这个四柱圈上边的这一颗，挨着眼睛旁边的这个，左过一。然后右手边的线加上三颗色柱，鼻子这里刚刚出了点差错，大家注意反复看一下啊。左过一，右加三。好，做好之后，这个鼻子就是这样。好，这是这个鼻子，这里是这个四柱圈是顶上来的，没有跟这里连接的哈。然后，第十一步，左线向左过一颗眼睛，右线加上四颗色珠，然后。在第十二步，左线向左过一颗，右线加上两红一色，左过一，右线加上两颗红，一颗色珠，第十三步，左过一，右加三色。往下，十四、十四、十五、十六、十七、十八，都是左过一，右加两颗色柱，然后做到这一上，最后一步，左线向走过两颗，右线加一颗。中间这几步我就不给大家录了哈，用的都是色柱。第十四步，左过一，右加两颗色柱，这里大家自己做。好，第七层这是最后是左线向左，第七层左线向左过两颗，右线加一颗，到了这里，然后该做下一层。第八层形成的柱圈是一个六柱圈，三个四柱圈，一个五，然后五个四，然后是六四四六，然后往下五个四，一个五，三个四。第一步，注意哈，第一步是右线向右过一颗。右线过一颗，过的这一颗，这里大家比对一下，这是正中间，这是正中线上啊，这样冲下来，啊，也就这两颗珠子就在正中线的左右两颗，大家看一下有没有做错。右过一，右线加上四颗色珠，这里开始往回收了。
二三四都是左过一，右加二。第二步，左过一，右加两颗色珠。第三步，左过一，右加两颗色珠。第四步还是左过一，右加两颗色珠。然后第五步是左线向左过两颗，然后右线加上两颗色珠。又加两颗色珠。然后第六步左过一，又加一色一红。右线加上一颗色珠，一颗红珠。好，然后第七步、第八步都是左过一，又加两颗红。第七，左过一红，右加两红。第八步，左过一红，右加两红。然后第九步、第十步都是左过一，右加两颗色珠。眼睛这里不好过，大家注意一下。第九步左过一，右加两颗色珠。第十步。还是左过一，这里不好过。第十步，左过一。又加两颗色珠。第十一步，左过两颗，过眼睛上一颗，再过下一个五珠圈上一颗，右线加上三颗。这里是个六珠圈，眼睛我看一下啊，然后这里第十三步，左线加一颗红色的，左线加上一颗红之后，
注意哈，左线加上一颗红之后，这边不是光线。左线加上一颗红之后，这边不是有个五竹圈吗？哈，从左往右过这个五竹圈，再过这边这个四竹圈，这个点这个竹子，再过这边这个五竹圈的这个竹子，然后再过刚刚加的这一颗红色的。注意哈，左线加上一颗红之后，过五竹圈上的一颗，再过四竹圈上的一颗。过这个四竹圈上的一颗，然后再过，左侧这个五竹圈上的一颗，然后再过刚刚咱们加的这一颗红色，这个一直是左线完成的哈，哎，这样就拉紧了。然后拿右手边的线，第十三步，右线加上两颗色珠。这里形成一个四周圈，然后第十四步，左线向左过两颗，右线加上三颗。十四步，左过二，右线加上三颗。第十五步，左过一，右加二，左过眼睛上的一颗，右线加上两颗色珠。第十六步，左过一，右加一颗色珠，一颗红珠。十七、十八都是左过一，右加两颗红。十七步，左过一，右加两颗红。第十八步，左过一红，右加两红。转了一下圈，第十九步，左过一，右线加上两颗色珠，然后往下呢，第二十步，我看一下哈。颗红，第二十步是左过二，右加两颗色珠。二十步，左过二，右线加上两颗色珠。二十步是左过二，又加两颗色珠。二一二二二三都是左过一啊。二第二十一、二十二都是左过一，又加二。第二十二步左过一，又加二。
23步，左过二，又加一，过四柱圈上的一颗，再过第一组六柱圈上的一颗，左过二，又加一。好，然后第九层形成的珠圈的规律是下一层的规律哈，下一层是两个五一个四，然后四个五珠圈，两个四珠圈，四个五珠圈，一个四珠圈。第一步，左过一，右线加上三颗色珠。第二步，左过二，右加二，跟左边是对称的，左过二，右加二。第三步，左过一，右加二。四五六七都是左过二右加二。第四步，左过二，右加二。第五步，左过二，又加二。第六步，左过二，又加二。第七步，左过二，右加二。右加二。第八步，左过一，过六柱圈上的一颗。第八步，左过一，右加二。第九步，咱们这里注意一下啊。第九步，该左线过对面六柱圈上，把这个四柱圈有红嘴巴的这个四柱圈这颗色珠不过它哈，隔开它，过六柱圈上的一颗。这里一定要跳过去啊。第九步，左隔一过一，右线加上两颗色珠。然后第十步到第十五步都是左过二，右加两颗色珠。第十步，左过二，右加两颗色珠。第十一步，左过二，又加两颗色珠。大家如果做小一点的珠子的话，注意往里面开始塞棉花了啊！塞棉花一用头保鲜膜呀，或者是平时用的薄一点的塑料袋都可以。十、十一、十二步，左过二，右加二。如果大一点的，大家就不用往里面塞棉花了，往里面塞闪光球也可以。第十三步，左过二，右加二。
啊，第十步到第十三步哈，说错了，第十步到第十三步都是左过二右加二，第十四步也就是最后一步左过二右加一。到此为止，这个脑袋是做好了，然后往下开始做身体，身体第一层是规律是六个五柱圈，两个四柱圈，两个五柱圈，两个四柱圈，两个五柱圈，第一步还是拿右手边的线加上四颗色珠。往下有的时候是左线加珠，大家听清楚了哈。第一步右加四，第二步到第六步都是左过一右加三。第二步是左过一，右线加上三颗，还是围着表面这些珠珠来做接身体的啊，大家注意就行了。第三步，左过一，右加三，第四步，左过一，右加三。第五步，左过一，右加三，第六步，左过一。又加三，第七步、第八步呢，都是左过一，又加二。第七步，左线想走过一颗，右线加两颗。第八步，左过一。又加二，第九步、第十步呢，都是左过一，右加三，然后第九步，左过四柱圈上的一颗，左过一，右加三。第十步还是走过四柱圈上的一颗，又加三，第11步、第12步都是左过一，又加两颗。第11步左线向左过一颗，右线加两颗。第12步，左过一，右加两颗。第13步，左过一，右加三颗。第14步。左过二，右加二，要封口了。过底下五柱圈上的一颗，再过侧面第一组上面的一颗。左过二，右线加两颗。好，然后身体的第二层，第一步。第一步，左线向左过一颗。左过一，还是围绕表面这些来做的哈，大家跟着我规律来，听着我口诀就可以了。第一步，左过一，右线加上四颗，第二三四五，
第二步到第五步都是左过二，右加三。第三步还是左过二，右加三。第四步左过二，右加三。第五步左过二，右加三。然后该第六步，二三四五，第六步注意哈，左过二，然后拿左线，左过二，左线加三颗，这里线比较短呢。第七步，咱们右线向右过一颗，右过一。左右各过一，右线过一颗，然后左线也向左过一颗，然后第七步左右各过一，现在线上有三颗，然后拿右手边的线加上四颗色珠，如果是做大头的话，大家边做边往里面塞啊。第七步做完了，左右各过一，右加四，这里形成了一个踢出圈。然后盖第八步，左不动，右线加上三颗。这里形成一个四珠圈。好，做好之后的效果，第八步，然后第九步，左线向左过两颗，过这两颗。第九步，左过二。然后右线加一颗，十、十一、十二都是左过一，右加二。第十步，左过一，右加两颗。第十一步，左过一，右加两颗。第十二步，左过一，右加两颗。然后第十三步，这里是个六珠圈，因为在正中间的位置。第十三步，左过二，右线加上三颗。然后十四到第十七步，都是左过一，右加两颗。第十四步，左过一，右加二。第十五步，还是左过一，右加二。
第十六步，左过一，这里都是重复的步骤啊，给大家做快一点。十七步，左过一，右加二，然后最后一步是左线过三颗，右线加两颗，也就是第十八步，左过底下的两颗，再过侧面的一颗，再过侧面的一颗，左过三，右线加上两颗。好，这是身体的第二层就做好了，咱们剩下的再重录一个吧。